老虎。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家里怎么可能会有老虎呢？老虎都在动物园呢。那肯定他从动物园跑来我家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呢啊？你去写作业去。就有，我听爸爸说有。你爸又怎么说的？我刚才听见他打电话说，我老虎在家呢，待会儿跟你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先回去写作业去，回房间写作业去。姓陈的，拿着手机你给我出来！盘点家有母老虎系列。喂，你回来了？嗯。哎呦，你不明天才回来吗？啊，行，那我知道了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有点事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我说我是梦游了，你信吗？你梦游了？是毛了？你上衣柜里梦游了？嗯？啊？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习惯了，习惯的往人家衣柜里钻了，我看你这是啊？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啊？啊？来，你给我出来，我说清楚来，你出来。下一段。这下午耍好久就耍好久，你不管嘛？我不管的，开膝盘过去痛不痛？还是有点痛。你不管嘛？该做啥子就做啥子，给老子跑！老子想耍游戏就耍游戏，老子想耍好久就耍好久，你不管嘛？我不管的，开膝盘过去痛不痛？还是有点痛。你不管。我这录着像呢，你今天要是敢家暴我，我就起诉你。我要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我自己，我要把你送到监狱里。你脱衣服干嘛？起诉了，不起诉了。下一段。行了，你哪里？没哪样。你可不敢给我拍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给我糊弄的。没拍。我也是个好面人，你给我拍了，我到那儿出去咋弄？管人说我怕媳妇儿，你不敢给我拍，我又把东西洗了。怕媳妇咋啥？怕媳妇有饭吃。你不敢给我拍，听见没有？你不敢给我发。没有拍，没拍。你发出去咱试试，我跟你说。不发。我都洗了。啊。下一段。媳妇儿，我后面有个啥呀？傻逼。啊，我后面有个傻逼呀、啊。对，你后面有一个傻逼。哦、哎呀，这样啊。我给你200块钱，你买一套睡衣穿吧。王成啊，行啊，虽然说这200块钱不多，但足以证明你的心。我就一直跟俺娘家人说，我说王成指定不是那卡楼的人，我指定能用我行动感化他。你看着没？这不吗？不是，婷婷，我想让你拿这200块钱赶紧买套睡衣，你晚上睡觉穿上点吧，那像钢丝球似的，太拉人了。你个王八犊子！下一段，过来干什么呀？你给我过来！不是这么大气性干啥呀你？你说你是不是看人家那个护士好看？一进门你就脱裤子？那他们说要打针啊？我看也不是挂吊瓶啊，就是打肌肉针呗。那打肌肉针脱裤子不正常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那是拔牙，你脱裤子干嘛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是第一次拔牙。再说了，都是针，往哪里打不一样啊？那是打麻药，你他妈牙长屁股上了！别生气呀、啊，那我后来不也穿上了吗？那后来换上，你是看到换成了一个男医生你才换上的。你今天不是喜欢打针吗？你想干嘛呀？你别过来！昨晚上趁我睡着了，那你干啥去了？哎，我出去溜达一圈。溜吃羊肉串去了。啊，跟你那帮狐朋狗友喝几瓶呀？一共喝了俩。喝两瓶喝到天亮啊！回来嗷嗷吐，你咋想的？啊，以后啊，你要再趁我睡着了出去，你就别回来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什么态度啊？听见了。你暂停三次的。
下一段。做不做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，这个家钱是我挣的，父母是我照顾的，孩子是我养的，这个家你乐意待你就待，不乐意待你就滚。我以前就这么说的呀。嗯，还有更狠的，我没敢学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知道了，吃饭吧。下一段。做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家钱是我挣的，父母是我照顾的，孩子是我养的，这家你乐意待待，不乐意待你就滚。我以前就这么说的呀。一会儿还有更狠的，我没敢学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嗯，你看那边那个女的，细高条大高个的。这么冷的天穿着超短裙光着大腿，你说他不冷吗？冻得还不得拉个尿吗？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呀？人家年轻火力壮呗。这么美丽的风景线你不过去看看的？嗯，我不看，有你在呀就是陷阱，没你在才是风景的。跟我在一起这智商都提高了。哎，高不高的都是你逼出来的呗。下一段。哪个姑娘？不是，那我这对你就不好了吗？啊、为什么事事你都要说我呢？你那啥？我，妈呀，这跟谁的爱这是？那我不也是好心吗？你说，我知道你对我好啊，我对你也挺好的呀。啊、这跟谁的爱这是？我那我就想问你还想咋样呢？不，你爸的儿子，你惯他干啥呀？谁呀？谁呀？胆这么肥呀？这是谁的？这让给我来了，我看看。太委屈了我。我跟他唠唠来，我看谁。装的吗？这不是吗？我在这，你惯他干啥呀？谁呀？我妈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宝儿，大宝，你咋这干啥呀？你把孩子整这样了？你说多大岁了？你说你也。真有样，孩子整的哭唧尿嚎的，干啥呀？啥事儿这是？哎呀，行，好的，嗯，拜拜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，你真啥也不是，你真啥也不是，我对你好了，一天天的，劲儿呢，那劲儿呢，那虎劲儿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没说是你妈呀？手套吃。没带就没带，你凶我干嘛？不是我哪有凶你啊？你明明就要凶我。不是，我是怕你没带手套吃，吃了不卫生，吃完拉肚子。我哪有凶你？我你刚刚明明说的就是你手套都没带，你这么急干嘛？有这么饿吗？饿死鬼投胎，都这么胖了，你别吃了，不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有这么说吗？你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，这又是你哪个前女友生日啊？你说呀。今天是我生日。别生日都瞒着我，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出来，谁也别好。下一段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没见过你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不是不是。我说说，回家再说。哎呀！下一段，进屋。不是你搁外边能不能别老跟我动手动脚的？那刚才那楼下那老多人全瞅着了。谁让你说我了？你不说我能打你吗？人上街都带着凶器上街，我可倒好，带着个暗器上街。是你说的吧？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考虑我了吗？啊？你打我干啥呀？你上学的时候没学过吗？学啥呀？肢体也是一种语言。
想不想？还行吧。这行，坐着别动啊，我给你找个比这还好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啥时候没电？是谁没电了？啥时候没电？咋后面？下一段。吃了，吃了。咱这又……我他妈把剩的剩的肉和菜全吃了两餐。你那么吃剩饭，剩的西瓜放了三天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喝。我这活力干啥？你们都不吃饭，完了之后吃完之后，西瓜把西瓜吃了，西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心里好重啊！下一段。来，你又合上了。怎么了？有毛病啊！你怎么还合呢你？你家走。老哥，刚才你妈来电话了。谁妈？你妈呀。嗯？你叫谁你妈呢？咱们已经结婚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应该叫我妈。那我妈叫我妈，你妈也叫我妈呀。那叫咱妈，咱妈叫是顺嘴。那就咱妈吧。刚才咱妈来电话了，过几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咱妈问咱是到咱妈家过呢，还是到咱妈家过呢？如果咱到咱妈家过的话呢，咱妈给咱订一个蛋糕，让咱拿到咱妈家去吃。如果到咱妈家过的话呢，咱妈的意思是让咱把咱妈卤的牛肉拿到咱妈家去吃。现在就问你嘛，你到底是想到咱妈家过呢，还是到咱妈家过呢？或者是你给咱妈打个电话，问问咱妈啥意思呗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到底给谁妈打呀？咱妈呀。咱妈呀，咱哪个妈？你这不废话吗？咱妈啊！